那也要进风水的。养一个孩子一出世是要用很多钱的啊，所以我们一点点的心意，虽然是200块钱，如果经济好的话，这是不止200块钱，我们会再继续的增加。OK，next。OK， 我们沙巴州曾经获得很多的木山钱的分派，50块、100块、200块，我本人也拿过。可是团结党一上台，就喊不朗都毛回。我们亚亚山沙巴今天到了什么地步？我们的船运公司亚山沙巴，亚山沙巴有很多分公司、子公司。可是到今天，我们是对亚山沙巴一点都不了解，也不知道我们的钱去了哪里。所以我们明年一上台，那我们就会重新派发200块钱亚亚山沙巴的分红，要不要？200块钱很好用的嘞，好过国政50年来才派你500块呀！啊，很多人没有拿到，我们这个是每个人有份的，不用申请的，凡是沙巴人都有份，好不好？这个钱从哪里来呢？我们还有很多木山。亚亚山沙巴最少还有120万英亩的原装木山，乌尔进江哥里面的木多的是。还有，如果我们换了政府，亚亚山沙巴基金会就会有一批能干、有头脑、会做生意的人来管理，而不是一般贪污滥钱的人坐在那边。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将亚亚山沙巴搞好。大家有份，大家能够享有你们原本应该有的权利跟权益，有钱让你摸哟。所以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关怀一份坏经理，就一份好的经理落去打理好一份生意，大家有钱分哦，爱摸呀，哎，就是命的命人去做得到的。我要做生意的人，要做生意的人才会出太白，但是他们不会用，他们不会用在狂马街呢，狂也反应啊，这个客流哦，因为客流有所说蠢蠢事啦，但是他最笨的在做马街，有的爬都爬咯，啊，有杂消息不断往外讲过哦，前面拢系讲，佢讲阿耀，挨咩坐廿钟钉，长叫嘅喎，挨真系坐2年，见到五爬钉去四爬，哇吓到挨一下，有眼有面都要喎，2年哦，我廿得年咧廿，唔好讲啦，阿知2年轮流啊，好恐怖，挨看到脚都软咯。以前咧见你眼有嚟爬，你下鸟行咧冇咯。哎，要见你又跳又唱又爬又摸又贪污又唔做工诶，仆街！咩叫仆街啊？你仆街啊？系咪？沙巴就只富超黑仆街，从最有钱的一只招，变成最穷的一只招，廿条招系最重要的原因咯。哎，也识得按到你嘅翻啊，也可能按到人啊，也可能按到该政府啦，外国的。唔安置乎系毛叫噶啦，染汤癌、染丝癌、脂肝病、结节做到5年，癌症是18招，腰照可以还8000零元，去市嘛或者去演剧啊去欧照，巡演电视咩啱冇？癌病嘅一落下飞机都要请假么？唔解都复呢热疗哦，唔解都嘢肯复乜嘅呢哦，仆街都要啊。OK，next。OK， 教育，张先啊 ，Christina 讲开好多有关法教同宗嘅问题，所以我哋面临喺讲上啲政府，我哋要好关注一集教育嘅问题。我本身在教育界有58年，我知道教育系非常重要。我自从演剧进来，就到咗喺我嘅母校，上到小学，
山道中学，所以两边挨都要出去受受力啦，没好多啦，哦，但要去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所以山道中学和山道小学都经验，系在阿比菲尔相当出名的学校，系哪年嘅钱来献嘅学校呢？系亚洲嘅钱。記得捱有好多朋友捱到去咩歌嘅料嘅喎，喂咁啲，我要去幾錢咯，要去買酷本咯，要去作果墩咯，要去依賣咯，望下笑咧，後才朋友莫坑笑，捱到山到小學，山到中學，終於氣到差唔多啦，但係閒氣唔夠，還是不夠，山到小學還有第三棟大樓，一間課室裡面有60位學生，剛才 Christina 講。老师这边讲，学生在后面吵听不到，所以要有 loudspeaker。那个仪部长好像不大可能，拍电脑啊，哎，你们穿阿娘手表哟，你穿阿娘手表咪比较听到你啊？骑兵的咩？要赢到啲钱买啊嘛，啱唔啱？所以讲好多人冇见到听到，要公平咩？冇。夹开啲朋友咧，夹啲姊妹咧，哇！杂杂有一家，咩家？我睇我要讲人家五家，哇！好劲哟，我挨夹唔到啦，因为佢看到我啊，都掟我出去。OK， 廿集咧，我要爱在沙巴州成立沙巴州本身嘅泰学 University 沙巴，唔系 University Malaysia 沙巴 ，University 沙巴。因为某个原因，我哋沙巴就好多毕业嘅学生落唔到学校，我去士马读书，我去新加坡读书，我去后夜读书，对家长来讲的确系一只负担。喺个系统外嘅二毛三40万或者50万够唔跳？我哋在沙巴就要太学，在沙巴就读太学，好便宜嘛！要茶要屋要翻身，阿妈要保孙，哇！我的天啊！见到我嘅挨出我嘅挨去6年咯，先白鸡哦，先面包条哦，因为做两份工哦，结冤枉。不过挨了后才听报腰，顺顺利利咁就含条进嚟挨到去含條行低就含條進嚟，唔錯。挨之前嘅我是自後出前嘅喎，啊 ，OK。挨到沙巴照閃神呢位太學嘅我是自一樣係承認嘅，因為又就喺沙巴照半線嘅太學 ，OK， 亦都好重要嘅。Next，OK， 亦就挨到提供亦就太學神嘅一集幫助嘅料嘅費用啊。每隻假田受過小葉受過梁晴橋的有些咪就係太學讀書嘅，我哋邊期梁晴橋？梁晴橋雖然係唔多，但係佢搭巴神係叫嘅啦，嚇、啊！所以講梁晴橋對著太學生嚟講係非常非常嘅重要。危機的危在演劇讀書嘅之前，推制謀情，唔敢食，唔敢用。冷嘅時候，落雪嘅時候，唔敢去暖氣啊，唔敢去啦聽爐，慳咗啲錢，要去愛搞學費，租兩分工閒氣唔叫，所以講我要建立個銀樣嘅過程，銀樣嘅辛苦，我要希望我要嘅後代，我要嘅新聞仔，我要嘅孫仔，能叫舒服啲，所以講極之5年就做到廿一點。也要一定明年支付嚟做梁晴橋幫助後代。Next， 喂，阿面床咩照雕咩啊？要提示咩？廿扎面床喺江麥街，我要上期咁幫出來嘅叫拼人啊！我看拼，阿醫生講 sorry 咯，根本一 appointment 冇動過自家面骨哦。Kenapa kau datang sekarang kau perlu mati? He kong oi hi cho yi liao he, hi tian liao, hi tian liao ah, me sai bai lu qiu eh, oi sai 3-4 bai ji chu hotel la, po gai lu. Na mao, so kong na liu mi ne ji wo kon dong ya yi dia. Ngai bun xin ya zuo he hao dong ya fong men ne gong, ye liu ji de ai zha ga si mao ga si。嘿，一集合作
艾滋病援助中心，亚洲才三百九好多艾滋病的病人哦，一传二，十两，十三，十四，这传进去，最多来的地方在哪？古塔楼、国塔马路都好奇怪，哎呀，地方好多艾滋病哦，那边咩好多街的，但是艾滋病呢传得好强。有嘛搞错？国塔马路都Dr. Maximus做嘛开东西哦？假的生命好不了，中艾滋病，吓到啦！比有冇地方住？我打电话来给肺炎 office， 哎 ，Doctor Yu， 阿达达巴丁卡噶，不哩摆下 hotel 噶，哎呀，死咯，挨了要很多钱。我给肺炎用一张六千五条，挨了被逼鬼叫你出酒店，所以人家艾滋病援助中心给负责人阿联络开去，挨要帮佮求个收收钱，但是人家急救呢，政府系冇帮佮了诶，系靠佮你自家本身。去求钱，啊！啲热心人士，啊！啲好心人，捐啲钱嚟嘅，要做法通，做一只中心，有几只房间边嘅了人出，有老嘅，有嫩嘅，写满在中艾滋病嘅都有，还有好多好多嘅病人爱来阿鼻医嘅，做乜嘅要招到来阿鼻医？必得要只硬嘅嘅医院，好贵太紧啦！挨医药我想挨时间都唔识。但是医生都冇嘅喎，喺度聽療醫療嗰度設備全部廢曬嘅，因為隔佢用咧，佢日日攞佢查下嚟放眼，佢講眼科多人喺度眼科多，眼病人多，一邊冇人多，其實佢哋進步全部咧行進嘅偏差，我哋三百九嘅醫療醫院全部都是不好啦。冇用，所以佢以為我係醫生 Doctor Hugh， 我講唔咩，我唔咩醫病人咧，我係醫嘅都好多好多病嘅，啊，所以講我啲問題全部都係結清楚就上嘅，所以見下我啲面人做開善嘅支付，我哋都係補鍋咯，好多鍋去補，啊，我哋鍋萬太濃嘅，其他我哋可以請好多東西嚟補，我補鍋最先咧都靠牙料。亚洲能够回应我们做政府，亚洲就能够帮你补窝。你放心，我们讲得到，做得到，对不对，克里斯娜？啊，我们一定要做给你们看。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只怕有心人，对不对？对。啊，我们明年的这一班是非常苦干的。啊，我做了五年国会议员，我相信我的成绩也不差了啊，对不对？啊，三个人给一点掌声嘛！啊，鼓励鼓励啊！我做州议员呢，中选做州议员呢，就更加要努力了，因为那时候身担重任啊，啊，做政府不是很好做的，做反对党你可以骂骂骂啊，咚咚咚，可是做政府要必须努力。做好本分，为你们服务，为你们找钱。OK，Next，哇，免费水不是下雨那个水啊，是从你的拜进去你房子、你屋子的水啊。然后我们明年给你20个 meter cube， 你知道20个 meter cube 是几多吗？很多人一家人一个月都用不到20 meter cube 的。20个 meter cube 是一部那种长个的大大的那种载油的那油车这样多啊，20个 meter cube， OK， 那是2万个 liter， 很多人家里用不到这样的，就是等于说我们明年在沙巴州将会给你们免费水啊，一毛钱都不用给的。Next，OK，啊。哇，这个厉害了！当我们明年开会通过这个时候，我讲也没有搞错，可是冇搞错，冇搞错，啊！我们讲启动粮食援助计划，让所有夜路处于贫穷线，啊，就是收入低于960的人以下的家庭，每个月过得一桶煤气。现在这个 gas 很贵啊，35块一升。还要起价，如果国政做继续起价 ，OK，
和两包十公斤的白米。两包十公斤的白米是两只礼拜到我那个两公婆那个胎细节都蛮多啦啊，含含子啊，用那只米来包粥都可是绑粮的，不过还是吃粥要挨五里啊。所以这些事全部是利民的计划。你们讲我们明年在沙巴州成立了新政府，能够不能够做得到？肯定做得到。第一，牙雕含含唔太死太用，啊，政府要含钱就会好政府。牙雕唔挑人民的钱，唔贪污唔滥权，牙雕含到的钱啊，唔治病人也就好。建下沙巴州工程，1000万去灌到10000万来做，哇，吓死人咯！啊，条路夜你就看到啦，一年铺300，哇！啊，你烂路点做？做好路，而你妈你哋嘅钱咧，你去使晒佢，啊，买一扎，啊，你喊做梦眼镜啊！300Q，其罐兜几多？6000Q来买，哇，几好执啊，挨都上哦，系嘛？牙了面嚟做政府 ，no such thing， 冇咁嘅东西。每月本月各一毫，牙要都爱向你度救胎，牙要争起一只好嘅建立，牙要一只好嘅建立，牙要真要服气，啱唔啱？虽然你要喺喺讲，好多人讲，哎呀，小事嚟啦。但系你硬嘅东西可以反映出看得到嘅牙条嘅缺陷，去温言嚟，唔咩学嘅只能用降去就算，啊，降去就算。牙条上一天行到黄泽沙巴照我哋讲缺陷嘅，真知地得地得把地，承诺永远是空的。国政政府最喜欢骗人，啊，我们为什么就要继续让他骗下去呢？所以5月5号，我们要换政府，我们要炒这些经理的鱿鱼，换新经理，来为你们搞好这个沙巴州。Next，OK，我们在沙巴州的确有很多残障人士，可是残障人士的福利永远是给政府放在后面。很多人，很多残障人士有来见过我，有要求的，我们都将他记录了。要轮椅的，啊，要懂杆的，懂杆比较便宜啦，轮椅比较贵。啊，所以我们都有记录，所以我们知道在沙巴州的确很多这种残障人士需要政府的帮助，所以我们明年决定了，啊，要协助这些残障人士跟单亲家庭啊，男人也有单亲的，我不是单亲妈妈，单亲爸爸都有很多的。我看到一个爸爸照顾4个孩子，妈妈着楼了。我不敢讲干楼着啊，着楼了啊！所以种种的问题，政府必须要做到，必须要照顾。政府就是要来照顾人民的嘛，对吗？如果一个政府不照顾人民的，我们就赶他走。我们也看到国政的确没有照顾人民，所以这样多人在呱呱叫，每天跟我讲都嘎都嘎，无霸无霸哇，他们还双膝双脚啊 ，OK。骑了嘅啲人咁讲咧，有福气咯，阿只乌巴来见咯，阿只乌巴啊，就回到来阿比咯 ，OK，next，哇，你只狗运咯，狗运，其实每只结婚的时候最重要系乜嘢？钱钱咯，要起钱钱咯，爱摆酒啦，爱买戒指啦，啊，要爱变偏金啦，要爱用爱用，爱用好多钱。所以我就明年政府对我方面，我就都系领导的确咧，系爱照顾我条争结婚咧条年轻人。我来时讲我爸，我想结婚哦，但系钱唔够哦，我讲你慢慢存啦。哎呀，存到几时哦？挨得5尺去哦，行去慢慢存啦。因为结亲冇帮佢了，牙要做政府，哎，有计划嘅，
啊，唔免讲去买戒指啊，买戒指好贵咯。OK， 每对新婚的夫妇啊，我得到两千零一个绑布，啊，两千零一块摆好多台哦，憨憨子，啱啱叫。OK， 来坚强勉强人嘅想法，攞埋婚姻嘅负担。下集就表示明年喺干闪里面咧，意思老婆啊，叫做一看下看下哦。喺个鸟唱危险危机嘅，啊，帮我下危正菜啦。啊，啲明年嘅预言，而明年嘅铺装，以后系唔正菜嘅，唔爱正菜，唔爱去食菜，因为我哋仲有啲时间花菜，呢种俾啲靓当初嘅料差唔多啲钱。我老我同事讲开，我哋白格登来一个同事讲开，我哋上台，我哋都感受够精致，我哋爱够乜嘅，我哋爱够精致，冇精致，我哋冇好日子过，精致棒棒条，哇，每个人贪太钱，个比我加三角都冇响，啱冇？见我假年五有钱，你都假假叫我，啱冇？啊！干老咩假意叫冇問題，周先，以為捱要邪，啊領別出嚟鬥邪，所以家就後重任，冇見知，送馬兒到河南，我哋邊幾千年嘅帶去河南去，沙巴就喺後要邪呢，以前捱咗抗戰嗰陣時，哇，真係後座，英語間咯。硬而緊，見下危官眼都驚做嘅朋友，你都兼嚟要表到古毛，要夾到古毛啊！哎呀，咪審你冇去工喎，叫眼光。咪覺得我冇工作咩？危險，五成碌到梯門，唔介叫去工喎喎。哇，真係見人，你都要可能咩？結出銀樣嘅行節，銀樣嘅安排同事，自有人面察。阿廖鋪藏都講：哇，依啲 project 使半日啊！berapa kau bayar? Wah, mtiap, okay? So ini kong, ada minen, how to give up? Kimanya ngai cek kan tonton ni kong sip yong cek, kisya yu liang sip yong. Ah, ini pun sikan ni kwan he, ngai yang mau cong ni tai to sikan. Next, nyata, he waka masak, ching san lo ling. Ngai diu cek sapa jiu, how to lo ling, he diung yin si ah, lo ling ah. Ngai ya he lo ling hoi lo.啊！檢人六十二歲，六十二歲啱啱後六年，但係後都唔敢變捱嗰就六年咧。但係廿八年是年紀太害，又要負擔，推就要冇錢。所以講，我哋要明年支付成立之後，我哋會照顧佢哋。我哋唔咩好嘅錢人用，邊期一百二十條，要邊個超海兩十條？到近嘅少爷就六十条，哎只阿婆先擘开哦，六十条，应月息几多钱？月息两条，个楼咩都买唔到啦，冇个个别哦 ，OK？ 我哋要推出一个全新六年计划，变一条黄沙嘅六年人士家族，福得两千五百零一，哎只楼价放起嗰阵时，而佢贴两千五百零一，做埋几多好啦？啊，多谢詹副兵嚟拍劫，啊，系要喎，赶裁判唔输船咯，见下詹副兵 ，OK， 嚟向诸位了做拍摄嘅费用，而且让每集超过六十岁嘅沙巴公民啊，去沙巴然后订啊，订到一千两百零一嘅金车钱嚟感恩佢哋对沙巴多年来嘅贡献。啊，請你叫後邊咯。所以講，亞料講得出，做得到。我亞嘅東西，真真實實嘅實行，好簡單。支持明年做政府，將一條腐敗嘅一條廢建議全部炒完唔見。以前亞料燒到嘅了嘅壓邊，燒到嘅嘅重重嘅唔公平嘅退意。我要以拜個三幹七旗，五一五後旺戰富，我條就要動視看啦。沙巴就可以重新來，重新海嘯，重新戰盾，我們重新做咩啊？重新做乜？
重新得到一个新的将来，新的希望，好的沙巴州，不是现在问题多多的沙巴州。如果要讲沙巴州的问题多的是，讲到今天半夜三更也讲不完。所以小弟就在这边啊，先谢谢你们啊。五月五号的时候，我们在投票站见。OK， 那就是决定沙巴州未来好不好的一天。谢谢大家。